大家好，我是王佳，又到了恰饭的时间，看看雷妈用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来什么样的农家饭菜。你这个头发在哪儿长的？挺好看、啊。好看，你昨天洗吧啊？昨天下去烫的呀。是吗？重新烫的是吧？嗯。花多少钱？150。值。值。今天做几个菜啊，婶儿？做俩。又俩，又要保持神秘感。对，这个准备工作也做好了，穿上战袍。如哥们完秀了，量都大，好大一块儿。姚姨这刀工不错呀。可以吧？哈。嗯，可以。这肉团好看哈。嗯，昨天新买的肉是。嗯。然后再和点玉米，这玉米凉多块。把这辣椒馅儿抠出来呀、啊？对，抠出来好分馅儿。我往里边整馅儿。嗯，能不能吃辣的？我忌口。那你最辣能吃了吗？那放心，只要好吃，我不忌了。开戒了，戒都开戒了。一拽就出来哈。嗯。这么多配菜都已经备好了，马上开工，准备做好吃的。开始把馅儿往辣椒里面灌。看我二婶这个辣椒大，你说这一步都得吃多些肉啊？那呗，这些都已经灌好了，灌得满满的。然后给它切开，这帮我们整好了。你看这多黏，嗯，看出来了，可黏了。起锅烧油，这应该不能太急了火，嗯，试试。姚姨这边把土豆也给焯了一下，那些菜也要焯一下，对，那几样也焯。放点料酒和白糖。土豆，放点盐，把胡萝卜、韭菜都放点了。准备收汁儿，这家满满一大盆，干饱了。这个还是重整遍的辣椒。接下来把这个炸好的辣椒给它回回锅，收收汁儿。放这个调好的料汁里。嗯。收收汁儿，上菜，又撒一道菜，过来了，什么啊？哎。
今天不错呀。那你看看，奶奶玉米好吃吗？好吃。尝那个辣椒盒。对，我尝尝这个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嗯，不吧，好吃吧？里面是肉啊，里面是馅啊，肉馅啊。对呀。再吃吧，这个苞米。苞米好吃，我已经吃完了，这个还在吃呢。啃苞米啃的可香了，可认真了。雷妈出品必属精品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